从一开始的什么猫咪狗狗开始遛，现在有什么鹦鹉啊，还有人遛蛇、遛蜥蜴，我还看过什么遛蜘蛛的。那水里游的，是不是也有机会，就是让它可以探索地面的世界？身为一个创作者，身为一个发明家，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不可能的。我在做这个鱼缸之前，我有做非常多的功课啊，不是说、哦、我今天想做就做，对你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鱼的特性嘛。对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金鱼的关系。金鱼本身它就是生命力比较强的鱼种，它毕竟是人工培育出来的。我们都想要去探索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世界、哦、甚至有火箭上太空嘛。所以说今天如果今天是金鱼、哦、然后有人发明了一个东西让我可以去探索另外的世界、哦、我当然是爽翻天。没有金鱼